不好意思，它总是乱跑。丢丢，走吧。这是你们家的狗啊？啊，是啊，它总是乱跑。快走啊，丢丢，丢丢，快走啊！赵小旭，啊，许倩倩，怎么是你啊？真没想到，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。是啊，不过倩倩啊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连腔调都变了？我腔调变了啊，我没感觉呀。啊，这原来就是你家呀。嗯，好看吗？挺好的。你家住哪儿啊？啊，就那儿，那儿那平房，看见了吗？那个平房、啊。哎，对，就那个平房。哦，真是太巧了！你说咱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同学，现在嫁人了，咱们又成邻居了。嗨，我家那破房子哪能跟你这个豪华别墅比呀、啊？这是你不愿意比，你要是想比的话，比我住的还要好呢。哎，你老公是干什么的？拿不出手，一个打工的农民。打工的农民？干嘛呀？这眼神儿，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？你跟我开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怎么可能是农民呢？怎么就不可能是农民呢？那他爹妈一定特别有钱。没钱。他父母都不在了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嗯。他父母都没了，没爹没妈呀。啊，还没钱没势，怎么了？看你那样。那你就嫁给他了？哦，那你老公一定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嫁了。哎，让我见见，我特别想见他，他长成什么样？怎么把你给娶了？他不在家。哦，那改天一定带他到我们家来，我请他吃饭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得回家去了，我走了啊。走了，常来啊。好，走。丢丢，他叫什么呀？哦，叫丢丢。丢丢啊，这名字多难听啊。原来有人把他丢在路边了，怪可怜的，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养着了，起名叫丢丢。你养这狗也不是什么好狗，要不你把它丢了吧，我送你一条像我们家奥斯卡一样的好狗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家丢丢挺好的，走了啊，倩倩，啊，有空一定来啊。好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